我不想要每一集都是放我出去玩，这样人家会觉得我一直在出去玩。就你就是一直在出去玩、啊。我是啊。我们现在正在前往那个运河区。这集会不会很没有重点？因为到现在都我们还没有在海吃啊，你的重点应该是。可是我这一半预料我还没有拍，所以我这一半的就是什么 Ivan 随便聊这种主题，你知道吗？随便聊，我们聊来聊去都是做一些。然后因为我们寿司店照了，对啊。我隔壁这位先生，他拿最多 free 上的。就气泡水，然后拿去煮茶。就他家没有水，他就拿去煮，就发现味道很奇怪。值得一试。请问你是哪里来的？上海来的。上海大学。现在我们菜来了。今天是它是三十一块一，这个是那个它可以只能点一人点一份，然后它是两份一起，还不错吧？就看起来蛮漂亮的，看得挺精致的。对。你们有要试吃一下蒸蛋，然后拍一下吗？你们两个，就是你要配乐吗？你要配那个什么中华小当家，然后一打开。好，我帮你配。你要我就给你。但我记得它没什么味道。它没味道，它是姜味不对。酱油加鸡蛋。又看起来蛮漂亮的。很漂亮，漂亮就好。这个是，看起来还行啊，还行。我们家吃饱要去散步喽。那你有听过玻璃心吗？我好像听过啊，对，就是那首歌，所以我说，我就像人家只看到一张脸，我的粉丝就是要看我啊。这边就是运河，然后这礼拜天会有市集哦。真的吗？过两天。大家好，我是 Gloria。Hello， 我是 James。Hello， 我是 Hugo。大家都认识你。米兰表情帝。可以吃一口面，然后我要拍那个。为什么那么执着？上次吃那个 Carbonara 也是。那是好吃的。好吃的。迫不及待吃一下。是有这么饿吗？好吃。味道怎么样？这是长岛冰茶。有酒触发丝丝被动出现了。这是那个、啊、不知道太阳花吗？哎呀，请问这到底是什么花？杜鹃是吗？这是玫瑰花吧？不是啦，这也是废话，他没有写，但是他只说这是很多花，他没有写是什么花。废话，对。你们来过这里？这白天超漂亮的，这是垂直森林啊。夸张，你怎么那么懂啊？你们都不用出来，怎么都不用出门吃饭呢？我每次都是你带的。那你们要发现新的地方啊，我都是去重复的地方哎。好像很 IP 啊。万一下个月还有新的人来，那我要再走过一样的地方。我们就全靠你了。下个月好新的。喜欢我的频道，可以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收到米兰最新的生活日记哦。